欢迎各位不断的收看生命电视台。生命电视台的目的就是要实践佛陀的大慈悲的利他的工作，所以我们又成立了淮海教育基金会，来负责学校、监狱、医院乃至老人院、弱势团体的关怀。所以希望各位加入淮海教育基金会，护持他，推动他，来完成佛教徒的慈悲。阿弥陀佛。关怀来自富有的心灵，淮海教育基金会邀请您一同关怀弱势，打造心灵均富的港湾。护持账号5005-9824，5005-9824，户名淮海教育基金会。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大家阿弥陀佛，快乐吗？对了，慈悲最快乐。今天好像人很多，我们在印尼办了梁皇宝忏，天天点千灯供万水，做了很多功德，放了很多的鱼，所以昨天来到新加坡啊，开始要努力了。念一下来，努力的生命最漂亮。变个老好唔好？老得歹去啊！但是你呢还在做功德，所以大家到海边来大做功德。刚刚甘露施食，药师烟供，替身多玛，做妙运烟供，
念仪轨，然后全部都做完了。然后我今天还特别带了不丹莲花生大士的圣像，要供养今天我们来加持法会的上师，好不好？大家也随喜功德，发给上师不丹的咕噜仁波切。各位有没有去过不丹呢？因为不丹是一个佛教国家，这个国家不准杀生，太慈悲了，到处都是风帆金马旗，你如果做烟供，人家还过来赞叹你，不像新加坡，人家做烟供，别人赞叹你，好，那我们等一下要开始救命了，然后呢，要救命之前，我们要发起一个动机，动机最重要。各位今天为什么要来参加法会？为什么？你要说因为慈悲心，不是说，因为我爸爸生病我才来，因为我今天放假我才来，今天我要带我儿子所以我才来，那这个还是自私的。你要说为了宇宙法界众生，对不对？为了他们离苦得乐，所以我要去参加法会。你每天都要这么说啊，中午为什么要吃饭？为什么？为了众生，你不能说为了肚子饿，那你就失去正念。为了那一家餐厅好吃，所以我要去吃，掏挺都要挺。就像年轻要去约会一样，哇，我要去约会了，我好高兴，那个是自私啊。所以要念一下来，背一下来，慈悲心如大海。新加坡每天都要看海，不是说看海不好看，心情不好还跳下去了。你就慈悲心如大海，我要去看海的。所以那来念一下，菩提心如高山。新加坡没什么高山啊，所以你们菩提心可能不太强吧。为了要成佛，所以我要菩提心如高山一样。西藏都是高山啊，所以藏传人都要修菩提心的。所以要菩提心如高山。但是我们新加坡人好像比较慈悲了，比较喜欢出钱。我们修慈悲心的，他们修菩提心的。来念一下来，虔诚信心如阳光。好在今天阳光不大，但是各位要对上师对三宝要有绝对的信心。菩提信心如阳光。念一下来，智慧空性如虚空。对，我们要有广大的智慧，了解万法皆空，包容一切，这个叫空性啊。空性里面没有好没有坏，一切都能够接受，因为一切法都是平等的。再来念一下来，忍辱不生气如大地。好不好啊？今天我们来放生就是要培养慈悲心，慈悲心的敌人就是爱生气骂人。各位，人家欠你钱不还，要怎么办？怎么办？随缘呢？你说随缘呢？随缘呢？我赶快来去做烟供放生比较重要啊！老公外面有外遇怎么办？随缘呢？对不对？忍辱大地，那叫修行。你越能够接受，越不会发生；你越怕，越容易发生，这样知道吗？因为你的念头，你会怕，就是代表你造了这个业，你才会怕。没有偷人家的钱，会不会怕？对啊，过去是没有搞过外遇，这辈子会不会怕？你现在为什么会怕？因为过去是有外遇，有搞邪淫，所以这辈子结婚会怕，怕人家对不起你。就像你，因为你做过小偷，那你会怕政府抓你，对不对？如果你没有造这个业，你都不会怕。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啊。所以各位再念一次来，忍辱如大地，精进如大风。大家要冲，好不好啊？卖惊惊了。新加坡制度太多了，大家都惊惊。但是各位你要了解，慈悲无障碍，白天不能做，晚上做。人家都在睡觉了，但是慈悲心不能分呢，不能说哪一天说出家，
政府会抓，那你就不出家了。不行啊，我也要偷偷出家，白天穿便服，晚上穿出家衣服，这样可不可以啊？哦，慈悲哦，所以各位要精进，永远不退转。所以念一下，来，生生世世放生，好不好？永不退转，你要学佛要如此，学佛要精进不怕，这样才能够圆满。来念一下，善根如树木，什么都要做，点灯啊，供佛啊，放生啊，念佛啊，持咒啊，这些善根如树木，草那么多，好不好？那你就可以成佛啊。所以这几句话背起来，好不好？一直背，背到背熟了，中午才吃饭。你要规定啊，人不规定自己啊，吃饱饭就睡午觉就忘了。这很短的几句话，佛教的精髓啊都在里面啦。我天天背的，我很简单，我头脑简单。所以再念一下哦，等一下要背哦，叫你儿子背哦，背完给你100块哦，划得来，这100块划不来，划得来啊。念一下来，慈悲心如大海。观想我们的悲心如大海一样，哦，很有力量，承载一切。来，菩提心如高山，永远坚固不退转，好不好？来，虔诚信心如阳光。对，小朋友念大声一点，给他鼓掌。好耶。虔诚信心，像我每天到哪里都干嘛把拳头，干嘛把拳头，师父就是佛了。所有的上师，所有的师父都是干嘛吧？这样啊，没有分别啊。你不能说这个才我师父，那个都不是我师父，那你就错了啊。所以要、你要把一级一切，大家都是师父，众生都是佛，要这样叫我们拜佛，叫我们依止上师，是希望你把众生、蚂蚁、蟑螂，等一下要放的鱼都当作佛，好不好啊？那个就是空性平等的意思。这个是最重要的修行啊。好，现在我们要念这个布施蚂蚁功德列数，大家把握时间，赶快把它念完。来，念下来，愿所有蚂蚁，愿所有蚂蚁安全快乐，安全快乐，得到食物，得到食物，脱离轮回，脱离轮回，往生净土，往生净土。然后我们也念一下，那希望大家多帮助蚂蚁啊，家里都有蚂蚁，户外也有蚂蚁，布施一只蚂蚁就等于念了十遍的经典的功德了，所以大家一起念一下啊，来，长期布施给一只蚂蚁的功德，等同于念诵100遍贤结经；长期布施10只蚂蚁的功德，等同于念诵1遍大藏经；长期布施1000只蚂蚁的功德，等同于念诵10遍大藏经；长期布施给最大蚁巢的功德，等同于布施3000万平常人。所以我现在要麻烦各位把新加坡所有的蚁巢找出来，好不好啊？做记录上电脑，让大家都有机会去布施啊！最大的蚁巢，那你等于供养了3000万人的功德。好，第五，长期布施给中等蚁巢的功德，等同于布施1000万平常人。长期布施给小蚂蚁巢的功德，等同于布施同数量人或畜类功德的7倍，或等同于长期护养1000个乞丐之功德。常布施1000只蚂蚁会得到共同悉地世间神通，常布施10万只蚂蚁会得不共成就，常布施100万只蚂蚁其果报将是施者成为3000大千世界的转轮王。好，赶快去找出100万只蚂蚁，好不好啊？哪里最多？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满地都是蚂蚁。下个月我要去泰国，我们要到处找蚂蚁。你能够布施100万，将来做3000世界转轮圣王，等于福报具足了。在修智慧，快速成佛。来，继续念。
经常布施蚂蚁，将成就观世音菩萨同等的慈悲心，一切受障都将消除，一切违缘障碍将会得到消减。人与人之间有八字相冲，属相不合者都会调和。所以你们夫妻常吵架，你跟你弟弟合不来，你跟你邻居合不来，你的儿子跟你女儿经常吵架，那各位呢，你要帮他们布施蚂蚁，然后呢就可以消除这个对立障碍。那更重要了，今天有一个人经常找你麻烦，破坏你的修行，你不喜欢的人，你帮他布施，用糖布施蚂蚁，用面包布施小鱼，然后这些障碍就会消除，好不好？他就不会障碍你，不然他就早一点离开你。不喜欢的人，你要用这种慈悲的方法帮他布施，继续念来。自己和眷属的噩梦恶相，通过慈悲的布施蚂蚁做回向，也会消灭，一切万事将顺利兴盛。若有亡者成为厉鬼，有在世善人为其做功德布施蚁群，等同于在佛殿中供长明灯，或供养寺庙以佛像、经书与佛塔之功德。家中若有魔类鬼众困扰不祥等事，通过做这样的布施功德回向众生，发吉祥愿，一切不顺不吉之事悉皆得以平息。所以这里面说家里有鬼，比如说那个房子有人自杀，有厉鬼或真的碰到鬼了，各位赶快布施食物给这些小动物蚂蚁，这些不吉祥的像事情就会消除掉，重不重要啊？因为慈悲就可以消除不好的嘛所以各位很简单，这个新加坡太容易了，大海那么大，到处有小鱼你很香的食物走过去布施一下巢里面一定有小蚂蚁很多小鸟在找东西吃，那我想家家户户门前门后都有小蚂蚁，一点点的糖果都可以帮助他们了，或是各位你去买那个饼干，一包一包的，甜甜的，捏一捏，平常捏碎碎的放在皮包，因为袋子包着嘛，然后呢知道那边有蚂蚁，把袋子打开散那些饼干屑下去除了布施给恶鬼道，还可以布施给这些蚂蚁小动物消除魔障最后倒数第五行，报父母养育之恩的善行功德与果报很大，报善知识之恩的功德也很大，不过长期布施这一善举的功德更大，此意即得到暇满人生的善因。在《大法古经》《华严经》《悉热僧哈教言》中也均有记载，做此等布施可使亡者超度，存者消灾，一切仇敌盗匪不能加害。所以布施食物给蚂蚁任何动物，当然牛也好羊也好那可以得到什么？念下来，往生者超度，现世者消灾，一切仇敌盗匪不能加害来调查一下，平常有布施蚂蚁的习惯的人举手。太好了，新加坡就靠你们了但是现在各位每一个人开始做好不好？没看过蚂蚁的举手，不可能嘛。所以那你就要这个慈悲，不是跑到哪个地方去慈悲就在你周围，知道吗对爸爸妈妈很孝顺，对先生太太很亲爱对儿女很负责任对蟑螂蚂蚁也有爱心，对不对？对孤魂野鬼布施，所以慈悲不用跑很远，那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慈悲包括你念 Om Mani Padme Hum 对你身上的冤亲债主细胞都慈悲，你念 Om Mani Padme Hum 你身上细胞都会转法轮身上的鬼神都可以超度所以我想我们养成慈悲的习惯，所以各位刚刚看到哇，他们在捞鱼，大家在钓鱼，慈不慈悲啊慈悲不能软趴趴在那边光打坐睡觉，慈悲要化成行动，现在恐怖行动已经开始了，我们要赶快慈悲行动不然哪一天新加坡有恐怖行动就完了所以现在世界各地都来讨论这个战争的问题
宗教冲突的问题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就要把慈悲化为具体的行动，好不好啊？赶快去慈悲啊。你不要说现在我要去闭关，来不及了。赶快去慈悲，因为想要帮助这个世界太容易了。特别各位在家菩萨做这个慈悲的事情很容易，很简单，有时候出家人还不方便。出家人到市场海鲜店去念咒，人家还骂我们。那你们去念，没事，因为你穿个居士服为他们念咒，为他们慈悲。昨天我去巴淡岛，他们在卖海鲜了，我就进去量量量量量，然后他们那些都一直瞪我的。他认为你们出家人把我量量量量，搞不好生意不好了。但是你们居士去，他以为你要买啊，你给他洒洒水啊，高兴啊，对不对？顺便给他买一只啊，拿去放啊，那你可以做很多善事。所以希望大家念一下天天布施食物，好不好？简单的说，天天去找蚂蚁了。找蚂蚁要不要钱啊？不要钱啊，却功德这么大，最容易了。好，还有一张，我去缅甸，缅甸的佛教也非常简单，但是有力量啊。有人精神躁郁症，那缅甸佛教呢，用水供佛，把这个水拿来吸三口气，洗洗脸，他的精神病躁郁症就会减低，很管用哦。缅甸佛教它就用这个佛力跟法力因果力你希望爸爸妈妈长寿健康，那你要供养椰子。所以各位你去缅甸就看到他们供养椰子给爸爸妈妈长寿健康。那这些方法我都用过了。然后写这个的是一位老和尚，老和尚修得很好，又有神通。所以我碰到疑难杂症，有些信徒问我说，师父啊，我先生得癌症啊，怎么帮助他？当然我会说念药师佛啊，忏悔啊，放生啊，但是还不会好。那我就去问他，师父啊，到底他要不要开刀？等一下我帮你问一下老和尚。老和尚说不用开刀。我就跟他说，老和尚说不用开刀，不是我说的。结果都不可思议，因为这位老和尚打坐修行啊，有了禅定的神通，发心让帮助别人啊。然后呢，他讲的都非常有道理，所以我要把它写下来。所以我们大家念一下啊，不懂的我再解释一下。好，所以缅甸传统文化，我们开始念啊，希望大家都懂得很简单的方法。来，第一，爱生气、火气大的人，在佛前供水，供养后喝下去，回向心火消灭。二，精神疾病的人，可每周一供七个四值，回向他们。三，可为进监狱的人点七盏灯供佛，把草扔掉，不回头看，回向断恶修善，早日出狱。四，希望早日出狱，可把受刑人的旧鞋子布施出去。五，想要长寿，可布施搭桥并回向。六，求男人健康，可捐寺院天花板。七，小孩子不听话，可买他喜欢的玩具送他。好，各位妈妈听好了没有啊？你一直骂儿子没用的，先买个玩具给他，再跟他谈，那就 OK 了。佛法就是这样所以家里有精神疾病，那你礼拜一帮他供养七个柿子供在佛前最好这个柿子又布施给别人或家人吃精神病会减低。爱生气的人在佛前供水，供完水以后喝下去他就可以降火气，也不容易生气，非常好的方法。第八，来，忧郁症可早上供水，吸闻三次再洗脸。好，来，观想手上有一杯水，要学好。来，水有八德，水有八德，供养十方佛，供养十方佛，消除恶业，消除恶业，六道清凉，六道清凉，嗡啊吽，嗡啊吽，然后把水放在鼻子前吸三口气，来，一、二、三。然后呢，拿这个水洗洗脸，你就不会忧郁症了。因为有忧郁症呢，也不会知道他自己有忧郁症，所以还是自己天天做吧。人都有，新加坡叫轻度忧郁症，因为管得太严嘛，所以有轻度忧郁症，很会 complain， 很会找别人缺点，这个叫轻度忧郁症。所以各位要每天供一下，洗洗脸。你老公说：“嘿，
你哪都没没人啊，没谁谁念吗？啊，你可以减低你的忧郁症。啊，好，第九，求妈妈健康，找十枚鸡蛋孵出来。十，中风头部疾病可种椰子树在试验。好，你要妈妈健康，所谓十个鸡蛋就是那个会孵出小鸡的鸡蛋。如果孵出小公鸡就被杀掉，如果母鸡就被虐待，都很可怜啊。所以你去跟他们买十个能够孵出鸡蛋的，马来西亚很多，印尼很多啊，养鸡的，然后把小鸡孵出来，孵出来以后送到护生园，妈妈就会健康。啊，这个很简单的方法啊，各位你一定要相信啊，因为大乘佛教啊，你不能说这是缅甸佛教南传的小乘的，我修大乘的，你讲这种话就不慈悲啊，邪见啊。三乘的，只要利益众生的都要学，一切善法都是佛法啊！你千万不要说哦，我是念观音菩萨的，我不做这个的啊！有分别心的，各位要小心啊！比如说今天有个法师说不要念 Om Mani Padme Hum 了，密宗不好，那你就阿弥陀佛，不要再去了。都是利益众生的，所以虽然是缅甸佛教，但是很简单啊，可以帮助众生。那除非你不慈悲。像我的大哥开刀啊，第十条就问我大哥问了，脑部长瘤开刀啊，整个头盖骨拿下来啊，那医生叫他签死亡遗嘱，因为他说可能不成功就会死啊。然后我大哥很紧张，他问我怎么办，然后呢我就赶快问老和尚，老和尚说你赶快帮他种椰子，把椰子种在寺庙让他冒芽，他的头痛开刀中风可以消除。我马上种了两颗，非常管用，我大哥现在很健康，开完刀以后很健康，一点痛也没有，他就发誓了，我永远不再吃肉了，脾气也改了，不发脾气了，人会改变的，意思是说本来会死亡了，因为业障消除了，他也发了一个善愿，还有一个出家弟弟在帮助他，还有福报才行呢，所以他现在很健康了，所以各位，你要中风啊，头痛啊，要供养椰子在寺庙，让它发芽，不是把它吃掉，让它冒芽，因为椰子就想要打开冒芽嘛，对不对？它就不会脑血管爆炸啊，头部的问题。第十一，有婚姻的要注意看，来，改善婚姻不好，把两个人的相片用红色线绕一圈，或用红色笔画一圈，念大悲咒、准提咒。所以各位，下回出来把你跟你先生太太的相片带出来好不好，现在都在手机上，等一下你就拿给上司，拿个笔给他，那么或是用个红线把你手机绑起来也可以啊，或是用你的相片用红线，那真的管用哦，用红线，我们大悲咒同轮已经有这么说，夫妻吵架买一对东西或是孔雀毛，念大悲咒用红线给它绑起来，供在佛前，夫妻就分不开，所以不分大乘佛教小乘佛教都有这个方法，用一个夫妻的相片，用红线或是红笔画，然后为他念咒。第十二，家人不喜欢念佛，可以用佛经供养寺院，供茶三杯回向家人。所以你的先生不信因果，不喜欢念佛，讨厌吃素，那你要帮他供养佛经给寺庙，乃至呢每天在家里供茶，供在佛前，供茶可以消除他的魔障，因为茶嘛清醒，他就不会排斥佛教，我想这个我们都要做啊，各位每天供茶在佛前，愿不信因果毁谤三宝的人早得觉醒，要不断的这样回向，要变成慈悲。第十三，儿女不听话于周二用茶供佛，茶杯里放一朵莲花啊，你的小孩不听话，用一杯冷水或冷茶矿泉水摆一朵莲花供佛，回向给不听话的小孩啊，那各位你要去做做看，做了你才知道哦，慢慢他最近听话了，哇，佛力不可思议，供养的力量也不可思议。第十四，希望不喜欢的人早点离开，可布施食物给小动物，如喂小蚂蚁吃糖、小鱼吃吐司等等，用他的名义布施，把功德回向给他。对啦，你很讨厌海涛法师，你就买一点饼干要去供养那些小蚂蚁，愿海涛法师不要再来，然后呢他就不会来了。现在 有一些怪怪的老师啊，听说很出名啊，什么台长是吧，
各位请多供养吧。啊，为了佛教啊，啊，因为有些邪知邪见，对不对？因为不好，叫我们晚上不要念地藏经，那些众生怎么超度呢？叫我们还没有满70岁不要念阿弥陀经，那怎么办呢？啊，因为他讲的佛法，他没有读佛经，他用自己的想法，很可惜啊。啊，然后呢，听说办法会人都很多啊，这些人也很可怜，这些人没有机会接触正法，因为他生病嘛。我听说这个有神通嘛，我来给他看看，啊，然后就走错路了，了解吗？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他讲的是自己的想法，不是佛法，所以很可怜。这个叫什么？念一下，附佛外道。这个世界附佛外道邪师很多，邪师。他知道人家喜欢活佛，所以我也是活佛，对不对？我也是上师，我也是观音菩萨，他就说他是观音菩萨。然后呢，在法会他就会麻醉信徒，哇，我们放生，所以阿弥陀佛来了，观音菩萨，大家就发疯了，哇哟，根本没有啊。他就会骗人，这些不好，但是我们也要对他慈悲，我们帮他做功德，他的话邪见就会不见，坏心会不见了。他只能做好事，他不会做坏事。所谓不喜欢的人，不是说让他去做外面坏做坏事，让他不喜欢的人不会做不喜欢的坏事，了解吗？那我们佛教用光明啊，用这个善业消除他的黑业，所以用这个方法。第十五，求女人健康，可送适当的药给孕妇。十六，精神不安定，身体有病，可多放生小鱼或鱼苗。好，很重要。精神不安定，睡不着觉，忧郁症，身体有病，放小生命小鱼鱼苗，那病很容易好。第十七，经常生病的人可多买好的药供佛布施。所以各位，你每次用你吃的药一包草药先供在佛前，供完佛以后，这一包草药拿去布施做烟供，这样啊，因为用药供佛，佛加持布施乃至你能够布施给真正的生病的人、出家人，那更是有力量啊，然后就不容易生病。特别各位要为爸爸妈妈多做，好不好啊？来，刚刚各位有做药供，来，以此甘露妙药，以此甘供养诸佛菩萨，供养诸佛菩萨，一切出家僧众，一切出家僧众回向所有病人，回向所有病人，布施孤魂野鬼，布施孤魂野鬼，愿此功德，愿此功德，愿父母健康，愿父母健康，家人健康，家人健康，消灾延寿，消灾延寿。各位要经常这样做。来，第十八也很重要，祈愿祖先早日超度，可供养寺院两盆有土的花，如兰花，回向七世父母，历代忠心。所以后天我们要八关斋戒。你要为你的爸爸妈妈先去买一对花来，好不好？有土的，有土的，那个种了很久啊，供在佛前，回向给往生父母、七世父母，这很重要啊。第十九，对治昏沉，每日早上在左右两肩各拍七下。来，左手拿出来，拍右肩七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右手拍左肩。一二三四五六七，这样血路就会通，这样就不会打瞌睡。特别早上，早上睡醒就坐一坐，每天精神很好，像我没有在睡午觉了，我已经习惯了，我几乎很少打瞌睡。因为我师父要求，我们也这样子做，然后呢，精神很好，很重要，所以各位每天让这个血路畅通啊。然后你最好观想这个手变佛的手啊，在加持啊，对不对？然后呢，身心净化。第二十，不容易专心，可晚上听有响声的闹钟，把它放在床边，听到睡着。对，晚上要睡觉之前没事干，你不要马上睡觉，那时候什么都放下了，听闹钟的声音，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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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没闹钟，你要故意去买一个有声音的。因为你很专心，咔咔咔咔咔咔，没有闹钟，那你用念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要念啊，你不要还没念到一半就睡着了，你要规定我要念三串，念五串，对不对？然后很认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你的脑筋就很清楚，不会忘东忘西，不会钥匙放在哪里就忘了，还问你老公，
我刚刚有吃药吗？那再吃一次好了。啊，有些人马上吃完药马上就忘记，啊，那就老化了，可怜了。啊，所以各位你要睡觉以前呢，咔咔咔咔，或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很专心，给自己十分钟、二十分钟，每天练习，然后记忆力非常好。来，21。对治头痛，可拿铁钉碰头痛的地方十下，在停放痛点上约五分钟。来，有头痛的人举手。来，观想这个是铁钉，然后放十下。来，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然后你放在那边五分钟，念药师佛，念 Om Mani Padme Hum，然后不会痛。所以以后出门要带铁钉，好吗？那如果你很管用了，在你家门口贴一个秘方专治头痛，他进去还挂号给你个铁钉，真的有用哦，你要试试看哦。种个椰子，然后呢再一二，因为金属可以消除那个气，因为头上的痛是属于那种累积在这边的人神经，金属可以消除这种热气，木板可以消除阴气，阴气它让它不穿过去，这样。这个是符合中医的金木水火，所以缅甸的传统佛教出家人必须像医生一样，所以有这种很好的方法，所以各位要告诉别人好不好啊？出门永远带一只铁钉，因为班上啊、同学啊、同事又有人头痛了，你就开始试一下，我帮你一二三四，然后放五分钟，好了，哇，你会觉得佛法不可思议啊！哎，以后你就站在十字路口，头痛找我。对不对？一切免费，因为你有这个悲心，真的管用啊！各位一定要试试看啊！第22，两个人吵架想消冤结，每个周三周日可用瓷碗装饭供佛，供佛的饭两个人都不能吃，需拿去布施众生。对，两个人经常吵架，每个礼拜三或礼拜天用一碗饭，不是用铁的，用瓷的，一般的供在佛前，替他们供养。再把这个饭布施给众生，回向给他们两个不吵架啊！佛教一定要学。第23，身体酸痛可多吃红枣，红枣可以打通血路。各位把红枣泡到热茶喝，身体不容易酸痛。来调查一下，身体会酸痛的举手。老诶，拢老了，放下。我也会呢，所以信徒买给我最好的红枣，泡水喝。像血气通，了解吗？红枣有这个功德啊，人家缅甸佛教几千年的传承，比科学还科学了啊，很简单的方法，翻过来。24，经常背痛，于睡前用麻油加驱风油抹背痛处。大悲咒陀罗尼说，麻油你酸痛一定要擦麻油，念大悲咒，因为麻油可有穿透力，麻油那个热气可以穿到骨头里面，然后你加上念大悲咒，力量就进去了，所以一个人晚上睡觉会酸痛，擦麻油它就不会僵硬，擦驱风油会驱邪，就像艾草一样，所以这两种替老人家擦一擦，让他早上睡醒很舒服，很慈悲。来，25，婆媳关系不好，可用陶器插花一对，供养到寺庙，回向关系改善。对啦，老板跟职员，爸爸跟儿子，婆婆跟媳妇，关系不好，用一对花插水的啊。没有土的，放在供在佛前，希望两个关系好。26，中秋节或者每个月15供养月饼给寺院，回向父母吉祥或者往生者超度。所以每个月15一定要去买一个圆圆的饼，馒头也可以，包子也可以，素食的，月饼也可以。在台湾是什么？咸公饼，你们有吃过吗？圆圆的，圆圆的，每个15都要拿来供佛像。啊，这样给爸爸妈妈健康，祖先超度。第27是为我师父念，因为我师父晚上会咳嗽到天亮，没办法睡觉。我师父已经88岁了，然后就问老和尚怎么做，他就教我啊，很管用。来，咳嗽用姜加蜂蜜煎水喝3勺，枕头下放块3层甲板。对了，用姜加蜂蜜煮成像枇杷膏，喝了喉咙就会舒服。然后晚上睡觉一定要用一块3甲板。放在枕头，那这样阴气就不会跑到脖子，然后晚上就不会拿熬尿尿，对不对？然后就不会咳嗽，不然一般人白天不咳嗽，一躺下来就咳嗽。那因为躺下来咳嗽，就这一块
入了就凉快。所以各位穿衣服啊，像女人千万不要喜欢穿那个露背的，然后这边都没有盖到，这边没有盖到，你将来身体也不好。这一块一定要热热的，所以这一块一定要盖住啊，因为这一块如果你身体酸痛，你用那个热，那个晚上洗澡用热水器冲一下这边啊，或是用吹风机吹一下这边，那你的经络就会好一点啊。以后你要是哪里酸痛，很简单，如果你没有看医生，驱风油擦一擦，那个热水，那个吹风机吹吹，然后你就绝对不会酸痛，因为气就通了嘛啊，所以这是很简单。所以晚上这边摆个甲板就不容易咳嗽。28，关节不好做寺庙梁柱或水槽供养寺院，这个记住哦，梁没有这个柱啊，撑不起来。所以你关节不好要供养柱，五十肩肩膀不好要供养梁，这样了解吗？啊，然后做水塔一定要做梁柱高高的，不然水流不下来。所以人家要做水塔，我们要布施十块。所以以后，哎，家里人关节不好，然后你要去问上师，有人盖寺庙有，那你就这100块说我要做梁的，对不对？啊，因为五十肩好，我要替妈妈做柱子的，因为妈妈关节好，你有这个念头就好了。啊，有这个念头，那中国人的寺庙都会说，哦，某某住谁供养啊，某某住谁供养，中国人有这个习惯。那缅甸人除了这个，还有梁，每一根梁都有名字，这个梁是某某供养，这个梁，然后呢，他就肩膀关节好，那这个非常有道理啊，非常有道理，所以这个各位要去做。29，生重病往生不了的人，在佛前供五盏莲花灯回向给他，或送电扇和冷气给寺院。送电扇冷气是为回向重病者冷静平静地往生。对，心里睡不着，快往生会怕，那各位要送冷气电扇给寺庙，那心会平静。然后怕他往生的时候会拖太久不好走，赶快那个时候念一下佛前五盏莲花灯。啊，所以各位，你每天都要供回向给正在临命中，让他正念往生啊。那你替众生做，那就是菩萨道了。再来，膝盖痛可用海盐加温水泡脚，水位到脚踝。调查一下，偶尔会膝盖痛的举手。有很多人吹冷气会膝盖痛，你开车晚上睡觉，这个膝盖不盖，打坐的时候膝盖不盖布，然后那个凉气一进去，你就会膝盖痛。那怎么办？那就泡热水，加一点海盐，泡到脚，那个气通到膝盖了，然后就不会痛了，阴气就排掉了，啊，非常好的方法。所以到了老啦，或者女孩子缺钙啊，都会膝盖不舒服啊，然后经常除了吃钙片，也要做这个事情。31，高血压的人可用温水泡脚到膝盖以下，并保持心情平静。对，因为温水它就会通血路。再来，32。家里有女儿的，用漂亮的衣服供养观世音菩萨，能消避被奸淫的帷帐，保佑出入平安。供养的衣服不拿回，随寺庙处理。所以怕我们的女儿出去外面被欺负啊，那你一定要买漂亮的衣服，或请你女儿亲自买最好，去供养观音菩萨，然后这个衣服就拿去送给贫穷人，或请寺庙处理，不赖回来，那女孩子就不会被强暴。我慈不慈悲啊？各位要做，你不是说我家没女儿，那不用做。你要为全天下的小女生做，会为那个印度的小女生，印度很多小女生没有身份的被强奸了很多啊，所以各位要帮他们的忙。再来，33，希望老人家更健康，可用绿色、深色的花替他们供佛。来，这边有深色的花，来，深色花供佛。深色花供佛，当愿老人家，当愿老人家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所以各位，你每次供养加一个深色的、蓝色的、紫色的，回向所有老人家啊，以这个佛的力量。因为缅甸佛教呢，他们认为佛的力量最大，你用不一样的东西供养佛，产生的因果力，那就产生这个力量啊。就像你供养饭，身体有力；各位供养红包给出家人，哦，将来发财，对不对？父母得到好处，一样意思。来。34，希望老人家病苦消除，无忧郁症，去各院供养营养的食物，供养生重袈裟肥皂。因为老人家一生病就吃不下饭，医不好，所以各位帮他用营养的食物去供养孤儿院。然后呢，他晚上睡不着觉，有魔障，
忧郁症，好像鬼在找他，你要供养袈裟，袈裟除魔。像各位如果这种情况，你就包一包红包，哎呀，师父啊，上师啊，这个我要供养袈裟，这样就好了，替爸爸供养袈裟。然后他家晚，因为有些老人家晚上啊不睡觉，在讲话又听不懂，又开始忧郁症了，甚至因为生病想要自杀了，你要赶快帮他做。然后供养肥皂呢，给出家人，然后洗完澡，出家人很舒服，所以老人家晚上很好睡觉，很舒服，所以这个反作用力，佛力很重要。35，捐一对白伞盖的功德，能让往生者往生净土。对，缅甸都有，他们都在路边卖白伞盖，一对一对，家里有人往生供养，如果有钱就买布的，没钱就养纸的，很简单。36，防止虫害，可撒石灰在树下，避用农药伤害森林。37，早上多喝水有益健康。对，医生说了，每天早上要喝两瓶水，还没有吃饭以前，然后你就会跑厕所，但是身体好。38，有传染病如登革热等，可多点灯药供回向功德。所以大家点灯药供，来以此功德，以此功德回向世界各地，回向世界各地所有传染病，所有传染病，禽流感，禽流感，登革热，登革热。39，希望生病的人能平静往生，可在旁边放一个磬和檀香油，这很重要，因为我们大乘的磬，听一下，这个磬一听，魔会离开，我们会恢复精神，就是你就知道我要拜佛了。磬很重要。檀香油一点，然后心会平静，也魔不会干扰了。打坐的人要点檀香，所以一个人快往生了，走不掉，你帮他旁边放个磬，偶尔听一下，帮他点个香，檀香，他就平静了往生，不会拖太久。这个也要学啊，然后呢，特别你就帮人家助念。最后来40，可为堕胎的小孩子供养小房子，例如玩具模型屋，帮助胎儿超度。因为堕胎胎儿在妈妈肚子里面，他认为那是他的家，结果他被堕胎以后没地方去啊，好像这边流荡，所以如果你供养小房子，替他供养佛像，他又有一个安全的住处，那小孩子就容易超度啊。所以如果你有堕胎胎儿，这两天去玩具店买那个最便宜的小房子也可以。我们礼拜二后天八关斋有胎儿超度，你就替堕胎胎儿供养好不好？最好用纸的，最后我们还给它烧掉，用塑胶的，不然你就要带回家，用纸房子把它做一做，很简单。41也很重要。最后了，为自杀往生者用7条白线，每条线长180公分，6尺，共7条，7条一起对折3次，折时观想自杀者名字或容颜，持诵不动佛心咒，用此线为供佛点灯的灯芯，虚做3次，回向自杀往生者。对，180公分，折折折，念的时候想到往生者，乃至为他念佛号，特别超度的咒语，然后就是这样，这个就是180公分做的。然后做3条，因为要帮他点3次油灯，回向给自杀者超度。如果你有家人自杀或朋友，等一下我不知道这边还剩下多少，来拿3条，好不好啊？那我们后天八关斋也会点，在十方法界用油灯，然后呢点3条回向给所有自杀者。所以来念一下，点3盏灯功德。回向所有自杀者，脱离痛苦，早得升天，往生净土。南无不动如来。好，我们今天法会圆满。那各位这2章，麻烦各位把它多推广，好不好啊？或者翻成英文，打在脸书上面，加一张相片，夫妻吵架相片拿来，然后牵红线，你赶快推广啊！然后大家都会学啊，所以这是缅甸佛教的一个正式的传承，非常好，很简单，但是利益众生的方法。来，我们把今天功德回向，大家等一下就要用5斋，要回向之前，来感谢太阳公，诸天护法，没出大太阳，要不要感谢啊？还要出，还要吹点凉风啊！
所以同享功德，这要诸天护法要感谢啦。所以念一次，来，愿以此功德供养所有三宝，大放生功德，药师烟供功德，供养出家上师功德，甘露施食功德，替身多玛功德，念诵法语功德，布施蚂蚁功德，愿以此功德供养佛法僧三宝，供养诸天护法善神，一切善业回向六道众生，所有功德回向父母祖先、七世父母、冤亲债主、堕胎胎儿、水陆空、男女孤魂、动物亡魂，造成身上病苦、家庭事业业障、冤亲债主中，同享功德，消冤解结，永离三途。以此功德回向所有长老上师、国家社会各级领导、家中长辈、所有护持三宝者、六亲眷属、一切病苦者、业障者、不信因果者，同享功德，消灾延寿，长寿无病，深信因果，富贵有钱，发菩提心，同成佛道。对啊，他班长这样，阿瓦波达那耶梭哈。好，功德圆满，感谢我们上师慈悲，义工菩萨普慈悲。好，那大家等一下外面还有准备便当，希望大家经常布施蚂蚁，很简单的施食烟供，布施给鱼。阿弥陀佛。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到处去利益众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让佛陀的智慧、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海涛法师弘法行程。11月20号至12月15号，马来西亚弘法行程。12月9号星期六，青山临安尊王千秋，马来西亚亚罗士打吉打佛学院。12月9号至12月15号，马来西亚亚罗士打国际短期出家。12月10号星期日，念卢舍那佛大势至菩萨，持斋除罪一千劫，周仓爷将军千秋，马来西亚吉打佛学院。12月9号至12月15号，马来西亚亚罗士打国际短期出家。12月11号星期一，念地藏菩萨卢舍那佛持斋除罪一千劫，马来西亚吉打佛学院。12月9号至12月15号，马来西亚亚罗士打国际短期出家。12月12号星期二，感天大地许真人千秋燃灯节、宗喀巴大师圆寂日、莲花生大士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乘十万倍，马来西亚吉打佛学院。12月9号至12月15号，马来西亚亚罗士打国际短期出家。12月13号星期三，马来西亚吉打佛学院。
12月9号至12月15号马来西亚亚罗士打国际短期出家。12月14号星期四马来西亚吉打佛学院，12月9号至12月15号马来西亚亚罗士打国际短期出家。12月15号星期五念阿弥陀佛持斋除罪九十节马来西亚吉打佛学院，12月9号至12月15号马来西亚亚罗士打国际短期出家。12月16号星期六念药王菩萨药上菩萨持斋除罪七千节晚上六点半兰卡威搭船慈悲施食超度法会。12月17号星期日念释迦牟尼佛持斋除罪八千节释迦牟尼佛殊胜功德日，善喜与恶行成就预备，下午两点半兰卡威出海放生，晚上七点幸运泰寺慈悲施食超度法会，点灯供水药供。12月18号星期一念定光如来持斋除罪四十节释迦牟尼佛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就预备，新加坡第四届短期出家圆满。12月20号星期三下午四点至九点新加坡金鹰堂红帽连桥和庙佛法讲座。12月21号星期四南安尊王千秋下午两点至十点新加坡金鹰堂红帽连桥和庙大蒙山施食超度法会。12月22号星期五新加坡竹林寺法务中心下午三点主题以大悲心立生，晚上七点主题观音菩萨的加持。12月23号星期六上午九点半马来西亚新山 SAF 帆船俱乐部慈悲放生活动。12月24号星期日下午两点马来西亚新山慈悲协会洒净，晚上七点新山柔佛在野大马礼堂佛法开示，讲题幸福与快乐。敬请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阿弥陀佛。生命点是海涛法师日本七日参拜之旅，恭请海涛法师领众。日期4月18号星期三至4月24号星期二，共计七日。行程安排：世界遗产高野山、金刚峰寺、奥之院、前蓝大塔、大阪寺院参访、比瑞山、大阪神户古寺等等。报名专线请洽台北生命道场，联络电话02-2550-9900 02-2550-9900。